去哪一下？嘿嘿，你怎么坐车呀？怎么这么逆天了？你这是什么垃圾点位啊？这什么垃圾点位？快走快走，把半个球撞一下，帮他坐车，然后我们直接走了。我们找200啊！我们这波的话，他自己应该是能坐车的，坐不了就是纯属他自己的问题了。赶紧天开呀，不要等闪现好了，他们等闪现好了又不开了，就死在车上。绝了，又要死了！那为什么呢？不要着急啊！好，不要着急三焦了，回血一下，捏球，对，直接跳，直接开车呀！你就，呦，什么鬼？你看，干嘛？哎呦，你干，哎呦，你干嘛？哎呦，走，他想救我，开始不动了，开始佛系了，节奏崩了，可能是，又开始佛系了，开始转圈圈，还想杀我。不要着急，肯定想杀我，来钓我鱼啊！反下来，这边手有球啊，他现在零接啊，咱们可以，拉，这怎么讲，都拉很多啊。先骗我震慑，给他点机会，让他感觉我要震慑。那是我们走600的，翻回来，再翻回来，骗他一下。嘿嘿，骗他一下，哎，很紧张，他比你紧张的多，你知道？贴脸上下板，骗一下，再骗一下，好，绕一圈，好，回头飞轮，带他一下，我老在走，哇，因为我是前锋，哈哈，哈哈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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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呦。给拉开来！哎呀，我去！哎呀，哎呦啊！出事了，不好了，出事了！我操，出事了，完了，球拉歪了，可能手骗一下。我去，活生生等到我过半，你扯一下好不好？我去，没有大西的，救命啊！有刀斩的。